今天我们就会去不同的这个场合，要去 support 他们。哎，我们有月亮妹妹，很漂亮。Gavin， 嗨 ，Yes Wilson， 转多一圈哦，你看到那个屁股。那我们累下了哦。来，是啊，走哦，走哦。新潮 ，everybody， good morning。今天是第一集，我已经忘记了了。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在 YouTube 里面应该是第二支影片，应该是。Anyway， 看，还是要 show 一 show。我跟你讲，这个意义太重要了。给大家知道一下啦，我们的日常是什么东西啦啊，因为我们有这里是一个 Airbnb 来的 ，OK， 看到没有？啊 ，Airbnb so nice，OK、okay?。所以呢，我平时早上呢起床了过后呢，就会准备自己的早餐。啊，自己来啦，全部都是自己来 ，OK。然后呢，我们就会做东西咯 ，OK。所以呢，哎，我不知道装进一次的东西没有，一次的东西没有。所以呢，在所以吃跟大家讲一下，你吃的东西没有？你平时最喜欢你吃的这种越南那种产品的话，我暂时是喜欢吃这个饼干的，而这个是装进一介绍的。不老耶，拍东西哦，怎么？我跟你讲话，你听不到啦？没有，我听不到。你有讲话没？我看你这破手机都那么鬼哦！哇老耶，怎么可能？真的？你听听，你自己听一下。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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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讲是什么号码？你很帅啊，不能。二。不是啊，不是。Oh my god！ 哇，真的不给？你这个也太厉害了，这是。他们改正。Fly ANC， 真的超强哦！如果这样的话，它的防隔音，我跟大家讲，完全我在听东西的时候，我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哦，你讲什么话我都听不到，就是那种噪音是听不到的。然后另外呢，它还有支援这个 Hey Google 以及 Hi Alexa， 所以你可以声控它。如果你是 Android 手机的话，你 Hey Google、Hi Alexa 的话，它会直接就你带着它，你可以接电话、啊。对，很多现在没有这个方式的，就是耳机就是耳机，它最多是追着接电话而已，但是它没有办法就进到你的 Operating System 里面。它 Battery 讲。Battery 更强，你可以快充15分钟可以用两个半小时，如果你充满的话啦，20个小时的续航，就是你很像我们这样搭飞机的话，你就不用烦了。哇，20个小时，你可以飞去，你飞去哪里了？是的，而且呢，在整个五月的时候呢，他们卡顿呢有高达35%的 discount， 你只要去到下面的 link 呢，就可以打得到喽。Thank you very much 啊，所以我会带着他的耳机呢走。就是整个这个 trip 的是，但是要安全啦，因为你听不到声音了，你知道这里的交通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干嘛呢？是我们要去带大家去到不同的场所，但是因为呢，我们有工作在身，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好的 idea， 我们就讲说呢，不如呢是用这支影片呢带给大家去到他们想要去的运动场所。哎，真的，我们都是比他的信，而且你发现吗？我们带你去的都是超级近距离的。是，你想一想，如果你买了飞机票来看的话，你看这么小个。你在家里看还可以看 close up 哦，是啊，叫人家不要来，奇怪。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去不同的这个场合，我们会在我们的 IG story 里面呢，给你两个选择，要去这个运动还是这个运动，都是由马来西亚的选手们在参赛的，是 OK， 要去 support 他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昨天就 po 了一个的了，就是给大家去看篮球或者是国际象棋。不要讲国际象棋啊！你这样什么意思？不可以这样，哎，那选手很伤心哎。因为篮球是我提议的，因为国际是啊，这个我喜欢静态 ，you know 啊。首先，哎，首先要跟所有的运动员们讲，这个是由我们粉丝选择的 ，OK， 我们有建议的，是他们在做最终选择，所以去看什么不关我们事的，是他们选择。OK， 来，我们看看成绩到底大选，我们去哪一个？看到哎，这个脸哦，看到，我们答案是 A C。恭喜篮球81%。OK， 所以我们去篮球，来，我们看篮球的地点还有那个时间。等一下啊，11:00，看一下马来西亚对印度尼西亚，现在是9:30哦。导演，恒志恒志，起床了。睡个屁啊！睡啊你！哎呀，喂，什么鬼？Sorry， 导演都准备好了的衣服都穿，把他睡不动你们演了，白痴是吧？穿长裤睡觉睡个屁呀！啊，那个睡觉戴眼镜啊！哎呦，现在我们时间是早上的
很早。我们今天会去一个新的场地，我们没有去过。而且我们要去场地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多数的越南人呢不会讲越南话。哎，但是要找那个地方的时候，是我们又不没有打我们的 keyboard 是没有人打那个越南人的。对，就算我会用越南文，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出来。嗯，所以要找到他那个 exact 的地点有点难。而且很多时候哦，我们直接有找过，就是你翻译去英文，然后给他们，然后他去到是另外一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全部译成英文的地点哦，有很多相似的。所以自己去那边要多远啊？我自己去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嗯 ，OK。800 nữa nhập vào đường cao tốc hai bên.要问他们那个训练馆那里有没有，是是找训练馆。问他们呢，问他们。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Malaysia team training? Training ground? Are you gonna add ahead? Okay. Thank you. Oh, okay. Malaysia 有看到了。哇，马来西亚球员。Malaysia, bro. Hi, 你好。你好。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马来西亚来的。加油！介绍一下 ，Come on， 我是来自吉兰丹的王维勇。王维勇 ，OK。单身吗？请问是单身吗？啊，不单身了，拜拜，第二次 C game， 加油 ，OK。哇，你看，哇，看门进了门，喂，今天，大家记得吗？哇，看我们这个影片，我们被他0分了，他差点输给我们了。Anyway， come back， 今天是算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场比赛吗？对对对。听说是没有 semi-final final， 是 league 的方式来比赛的。看你的胜负多少，看你排名多少就排名多少。所以总共会打多少场啊？六场，连续打六天。六天，连续每一天啊？每一天打。都在这个场啊？对对对。本来会听听你是第几届来参赛了？今年算第6了。哇，元老啊！我们还是在打扰你热身了，你们就要参赛。可以，因为现在5分钟半要到开始了。OK， 好，可以。你们就加油啊！我们去旁边喊你们。好的好的。可以加油。如果什么想给我教练一下。哎，我就问一下教练。教练华语 OK 啦，厉害华语的，他是青年，青年，我是青年哦。教练好，哎，我们是青年的，哎，你们好，来，教练，筹备的如何？对，等下就要上场了，会讲华语的讲，两个都会讲哦。你应该问他们紧张没有？哎呦，我们一般不紧张的，看他们也很 steady 一下，一定 steady 吗？因为打，我们现在是不懂是打印尼人还是美国人吗？哦，以本土球员去打这种比赛是最好的。我们一直都是挑战者嘛，是是。以我们一直以来的成绩，大家都觉得我们必须要加强。是。每一次对到这样子的队，只有给我们进步罢了。是。他们是看到我们，他们可能觉得对手不强啊，这样子的心态咯。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我们是最想打他们的。对，我们靠自己。Yes， 我们要靠自己。小马吉德，加油！小马吉德，加油！小马吉德，加油！哟 ，Yeah， 我在马来西亚都没有看过，我没有去过马巴看比赛。哦，是哦，哦，哎，所以这里就是他们的，这是 official 的地方 ，official 的地方，对。然后这里是马来西亚的团队等下的位置。那你看我们刚教练的 training， 所以任何策略的。所以他们打球，我们打球的时候呢，是有车队，这是 coaching team， 还有 management team 在这里。等下你们会 IG 会播成绩出去，还是会 live 出去一下子吗？我觉得可以 update 到成绩了，因为这种这样即时的东西。<Yeah. S 2> 你守着我们的 IG， 守着我们的。不如我们在那个 IG 讲，我们已经在这里。对，有点不如你直接 live 啊，没问题。OK， 好，现在我们进行 live。就是因为你们，我们选择来到这个地方。OK， 好，我们现在过去我们马来西亚球员那一赛啊，我们经过一下看看。Hello， 欣赏。Thank you， we doing live。Hi， Malaysia。Thank you， thank you， 哥们。好，开始哦，有紧张感，原来在这里是这样紧张。开球，开球。第一分，哦，好刺激哦，好快啊节奏！运球的 point guard 来的，这两个是 point guard 来的，这个 shooting guard 来的，到 ，Oh shit！ 哎呦，所以要发球哦，发球三粒，三粒啊，很
快哦，很快的呢，篮球真的很快的呢。我们在每次看电视机的时候，从上面看下去的，你就觉得很慢，但是呢，节奏是非常快的。对，喂。七六，好，现在看到运动员现在都在离场，不是打完哦，是因为 half time。现在呢，我们是54，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是37分的，差了差不多17分。十七分，来，让我为大家解缓一下那个情绪。那马蒂的靓女也不错一下，来，我们看靓女，来来，吊靓女，看靓女，来马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可以吊啊，吊。小斌，你喜欢哪一个？两个的对面那个，对面那个，对面。嗨，先叫。先叫。好了 ，Jim， 现在是不是你要破下一场比赛是要看什么了？我去研究一下什么比赛。对，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放上网，让大家去投选，我们下场比赛去看什么？是。啊，中中了你。啊？刚刚起来啊？中了。睡觉。没有，他应该是看到分数这样的情况，是是会失落，会失落。OK。我在我的看球的经验里面，应该是追不回来的。可是我们还是要，还是要给他们鼓励，我觉得。哇 ！Try， 我会叫他 try 三分球。防守的时候不要犯规，希望他不进。啊！一定要追，一定要追，要追，要追！是啊 ，Yes。今晚再继续这样子看比赛，你有点够力了哦。因为有情绪了，那是。那你快进过去啊！大家请进。Yes。进啊！没事啊，那士气在我们这边，你来看吧。那张志要哭了喽，看。太精彩，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太精彩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节。OK， 我接下来这一节呢，我是不会再讲话了，已经因为没有声音了，走去买药了。我也是不会讲话了，因为哇，这里的马路，你上好车，只会听到一件事情，就嗯。OK，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下一个地方要去哪里了，要去看我要身心游泳。所以我们现在是去游泳的场地，然后游泳的这个赛场我们还没去过啊 ，Come on！ 来进去，完美啊！我觉得这很特别，你看他们，他们的椅子啊是这样子，是看外面的车流量，往外看哦，是不是？他们很懂得欣赏这个街道这样。给大家看看啊，可能你们看不到那椅子啊，你看，全部是向外的，看到吗？向外的。嗨，嗨。我们今天在马来西亚会参与的是包括有，因为晚上都是决赛的，是，然后有50米的这一个蛙泳，蛙泳 ，OK， 然后还有呢就是自由泳。有 Wilson 还有 Skipper， 哇，这是游泳场馆。对，所以这个游泳场馆叫什么？冲得到东东，好像真的是这样。OK， 现在我们来到了游泳场馆。好，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情过来。嗨，新疆。新疆。啊！他见过我们的是吗？我上个厕所先。要去看越南的厕所吗？喂，出来呀、啊、喂！看到吗？越南厕所尿兜都比较矮一点点。对，而且你看地上几根筋。对，哎、欸，轮到我也是要去厕所一下喂，我也是要去厕所。妈的！好、啊，轮到我。啥的？关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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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Sorry。他们做什么鬼？两个家伙。哎、欸，可是我觉得冬运会让我们体验了很多的第一次。就包括我们第一次去看国际篮球比赛啦，然后还有今天是这个国际的游泳项目，也是我第一次。
导演是第一次，不是原来也是第一次。他之前有出席过就是索马那种马来西亚的运动会，篮球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们雷声了哦，来，哦是啊，走哦走哦，哇。跟着来，给你看看，来。OK， 我们现在看到马来西亚是有 Lin One， 对 ，Lin One 是 Wilson 是 Lin Six， 意思这最快人呢？这是第一个 lap， 这个第一个 lap 在我们哦，第一个 lap， 哦，第一个 lap， 所以要找个 lap， 四个四万米是八个 lap， 那风很好哦。对啊，对对对。哇，我们一进来就这么刺激啊！嗨，喂，静安，静安，你好。Which event？ 第四个。第四个 event， 这是第一个 event。那静安，等下是五十米，五十米蛙泳。我想知道一下，其实，在泳池里面这个比赛里面呢，它是怎样分区块的？因为这也算是一个 unbox。OK， 算是 unbox 的角度里面的观众区呢，就在上面的。OK， 很明显了，放弃了。所以这里的话呢，下面都是以选手为主，所或者是 team official， 或者是人家我们特别的话是特别邀请过来的，对对，就可以坐这里的。OK， 所以每个国家在下面咯。可是他们有没有像 gymnastics 这样有一个暖场的地方？哎呦，他们后面有一个 warm up pool， 还有一个 cool down pool 的。你看后面这些白色衣服的人吗？这些就是 official 来的，意思说呢，他们会负责看一下对方的，就选手们的有没有碰到那一个。所以你看到，你看到墙上有看电线吗？这个电线就是 touch board 来的啊，你一碰到的话是时间就出。对，可是它是两个手 touch 是怎样子？不同的花式是不同的style 是不同的需求。蝶泳还有蛙泳是要两只手 touch， OK， 结束还有转身也是要两只手。自由泳，自由泳是身体的哪一个部分碰到都 OK， 碰到就可以了，都 OK。哦 ，Wilson。哦、oh, ，Wilson， 哦、oh, ，Yes，Wilson， 转多一圈，哦、oh, ，你看看那个屁股，哦、oh. ，Oh Sofa on the beach， BGM Malaysia， BGM Malaysia， Let's go， Let's go， Come on， Let's take this，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五十米蛙泳是没有的 plan 的，你想。就冲完去了，一次五十米，对不对？五十米，我来，来来来来，一，三，二，完，一个，哇，真的，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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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我们来一下，快点，他切，他切，他切，三，四。32.43，排第五。OK， 还是应该给他鼓励鼓励，对吧？Let's go,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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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s go。所以我刚才有跟教练讨论，他有很 surprise， 他今天游到这个时间 ，after 刚才你看到那个自由泳的时候是，他已经没有力了，他已经差不多是空脑了的。所以他真的已经给200%的能力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值得一提的东西，就算遇到 adversity， 就像 Rachel 的故事这样子 ，it's a real champion will fight through adversity。Yeah.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学到最大的东西。没错。虽然心情有点起伏啦，就是早上很精彩，对不对？差一点就赢了篮球，然后过后到这里的时候，一来就有
一个银牌，是，然后再来又多一个银牌，再多银牌，就两个银牌，而且从中呢又认识了几个马来西亚的国手们，对，新生代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的，记得这一位名字 Steve，OK，、okay? 我觉得不管怎样，我们今天看完所有这些勇将哦，成绩如何？他们都值得我们尊敬啊，因为他们遇到很多不同的状况之下呢，他们都勇于的接受挑战，耗了那么多时间就为这一刻，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谢谢赖雪我们影片，是，在这次呢要谢谢我们的干爹，就是 Harman Kardon， 没错了 Harman Kardon， 那他的这个耳机呢超级厉害，叫做 Fly ANC， 没错，隔噪音的系统呢非常好，所以你平时戴上去就可以好好的享受音乐，是，不会让你听到任何的杂音，没有跟他讲话的那一种噪音，还有 Hey Google 以及这个 HiAlexa 的功能呢，是它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声控它。第三呢，就是如果你 charge 满电的话呢，在里面可以听多久啊？20个小时。20个小时。快充功能就是你只要 charge 15分钟，可以听2个小时半的。而且在五月的话呢，是他们Harman Kardon里面有高达35%的 discount， 只要去了我们下面的 link below 呢，按进去就可以找得到喽。对的，去看看他们的产品吧，非常棒的，你要陪伴我们来 see game，OK？、Okay?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好了，就要结束到我们这边 ，See you。